你的到来让古老成就的大殿蓬荜生辉啊，阿弗洛狄特，植物活力，也算活力。我早说过一定会找回精魂，这我不怀疑。可是，听我说了这么多糟糕的想法，你对我的看法不会变吗？完全没变。我很高兴见到真实的你，因为说实话。 我快受不了赫尔墨斯的发型了，不是？啥？好吧，那我准备好了。愿你的爱意与激情永远奔流不止。起来吧，金色女神阿弗洛狄特。 说不出话了，正常。我真不敢相信，居然还有你来劝我恢复原形。啊，要是没有你，我恐怕就要永远的失去自尊与自爱的能力了。说起来，我多年前就把它偷走了。很显然，似乎一直以来你都太过自恋了。你最好给那件长袍消下毒。 哦，你终于回来了！谢谢芬尼斯，收下我送你的最后祝福吧。准备好走地风了吗？我早就准备好要干掉偷走我美貌的丑八怪了。可是，还有一件事，我可能需要你帮忙。帮什么忙？ 低峰从塔尔塔罗斯释放了四只神话野兽，他们威胁到了金光岛上的生灵。如果你能击败他们，让动物安心生活，我将不胜感激。以前我不会在乎这种事，但最近我好像心软了。我会处理的。你当然会了。你想买什么？